내놓고 내가 뜻을 썼다 지금 뭐 뜻을 보디 내놓은 거 안 됐다 지금 뭐 하는 데는 얘가 지금 帮主播爱主播的家人们进入直播间，帮主播那个点点赞啊，点点赞。什么小偷？你才是小偷，别在我直播间乱带那个节奏啊！那个小黑尾仙啊，该那个别在我直播间乱带节奏啊，该。干嘛就干嘛去啊。嗯，我来看。嗯，他们是谁？一个老表的。不要给我乱打那些小偷和坏人什么什么的啊！不要乱给我打那一些字啊！那个他吃了，完了吃。怎么不对的？嗯。怎么的呢？哦，就是，你怎么没掉？哦，就是。哦，对了。现在看得到了吧，家人们，爱主播的家人们，现在我看得到你们的评论了。刚刚那个手机不知道怎么的有点卡了，不，一个啤酒了是吧？跑了啊，一个啤酒十米，跑到那个就那个电杆嘛，电杆那里就是十米了。十米了啊，来回。大哥牛逼，大哥！怎么跑个十米，我就感觉有一点那个呢？怎么跑了十米，我就有点那个呢？就跑了个十米，我就那个呢，五十米是到最底下下面第二个电杆那里，第二个电杆那个大树那个地方。哎呀，咱这个晚一点那个是吧？晚一点。地中海别射到。哎呀，终于有个人，感谢你，感谢终于有个人说，别帅了。那个什么江有气啊，你江有气啊，你那个说话的话，会说话的话就好好说话，不会说话的话注意一下啊。那个怎么是不是今天早上没有刷牙？你是不是今天早上没有刷牙？那个嘴巴怎么那么那么臭呢？那个嘴巴，真的那个那些我那些小有那些有一些那个小黑粉真的是早上应该是
没有刷牙，怎么老是那样子呢？真的，真的嘴巴怎么拉？看真的看。那么臭呢，真的是。怎么这么紧？对吧？对。俺们那么凶嘛？我这里怎么那么凶？你这里就。这个皮子给俺们说出来。哎，你这个。你知道了，就看着上面搞嘛。嗯，是。哎，怎么？哎，怎么不打？那这皮怎么地的？怎么地的？感谢送来的小星星，感谢送来的小星星，感谢我家毛毛大哥送来的小星星啊！感谢毛毛大哥送来的小星星。真的去了，这样子多久的？感谢杨洋送来的小星星。感谢大哥杨洋送来的小星星啊！感谢大哥杨洋送来的小星星。欢迎加入曲部的直播间啊！欢迎加入曲部的直播间。王菲骂我，王菲的话，他只会在背后骂别人是吧？那我也知道啊，对不对？还有没有什么大哥EPP 叫感觉优酷379的啤酒优酷370的啤酒啊，大哥好卖啊，刚才大哥好卖。大哥好卖，大哥好卖。眼镜是吧？墨镜阿宝。这个地方看得到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看得到是吧？10个啊！哎呦，哎呀，2 3 4 5 6 7 8 9 10，哎呀，大哥。哎呀，大哥，大哥牛，大哥，大哥牛啊，大哥，啊，这。跑步好一点，这跑步这俯卧撑，这俯卧撑就有点，这手挺酸的，这俯卧撑。大哥好卖啊，大哥。
跑步的可以，这俯卧撑真的是，哎呀，做了十个多，手都酸了，这俯卧撑。你才是细狗呢，哎呦，别会不会说话，真的是。哎呀，这做两下手怎么那么酸了？这肌肉都，我手都酸得很了。这感谢用户送来的小爱心心，感谢用户送来的爱心。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大哥让那个还没爱主播家人们帮主播那个点赞啊，点赞，在啤酒是吧？啤酒一个啤酒，一个啤酒是跑到这里的。就是十米，哦，又来啊！两个。哎呦，这刚做了十多个俯卧撑，刚做了俯卧撑，手真的是酸了手。感谢起点送来的爱心心，感谢起点送来的爱心心。感谢起点送来的爱心心啊！那个开心，你那个说什么狗的？你们去我说的那些小黑表，你们去那个去做去当去接小小的洗脚盆，都哦两个。一个啊，一个啤酒。两个了啊，大哥好卖，大哥好卖，大哥牛。感谢龙的传人送来的小心心，感谢龙的传人送来的小心心，感谢龙的传人送来的小心心，感谢用户七六五送来的小心心，感谢用户
六你五送来的小星星，熊大送来的小啤酒。大哥，哎，哎，我这个怎么被踢过去了呢？啊，刚刚我这账号不知道怎么的，推了一下，是不是刚刚你们送了一些？刚刚是不是？刚我那个账号，我那个账号不知道怎么的踢了一下，不知道怎么的。做小小的一。啊，真的是我发现你们有些这些小黑粉真的是，小黑粉真的是，他那个，老是说什么狗腿子那个什么狗腿子看美国什么的，我跟你们说，你们去接那个小小的，说的是那些小黑粉，你们去接那个小小的，洗脚水都洗不了。哦，都人家小小都啊不要你，对不对？感谢送来的小心心。你才喝小小的洗脚水呢啊，真的是有毛病啊，真的是有一些小黑粉的话真的是。八小小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了，真的是那些小黑粉真的是有一些真的是。手都有点酸，真的是手都有点酸了。卡了吗？没有卡吧？是不是卡了？天狗。哎，曲部的家人们，那个帮曲部点点赞，你们那帮那个曲部也点赞啊。应该是刚刚卡了一会儿这会儿的话应该是没这会儿的话应该是没有卡了吧。
卡了吗？没有卡吧，这会儿的话应该是。什么？你嘴？什么？你嘴卡了？哎，会说话就好好说话。什么？什么？你说说。什么你说说什么你说说话叫就卡是你把找找是你把找找是你把这个找找不要你吗找那个家什么叫那个什么叫那个小小公司不要我了呢？什么叫我跟你说啊，我家小小他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不管我的好不好？他都不会。送个墨迹，兄弟，送个墨迹能做别的吗？啊，可以。那个嘛，你想让我做什么呢？那个，请点3178。兄弟，送个墨迹能做别的吗？可以啊。想让我做其他做什么呢？这个俯卧撑我也，这个俯卧撑还是挺难做的。这个俯卧撑跑步啊，好，这个俯卧撑真的是，挺难做的。我刚刚做了一些，哎呦，手都酸了，刚刚。那个，梅州客家之乡，那个梅州客家之乡，你是那个阿梅的小黑粉是不是？他离车前面写个梅家人，你再乱放什么的，我就哦，感谢。阿波，五个，三个了啊。
四个了，刚刚五个啤酒。刚刚那个是谁让我跑的？刚刚那个。刚刚那个就不是刚刚那个给我刷啤酒那个男的呢？感谢知足常乐送来的送来的那个小星星啊，学狗叫有病吧，学狗叫，你去学吧。哦，送了，又来一批了，又来一批了。大哥，牛啊！学狗叫送跑车，那个跑车的话都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那个跑车的话。学狗叫送跑车，学狗叫有。墨迹。看得到吗？这里。看了多少吧，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哥，哎，那个家人们要不要继续整他？这不是王菲吗？王菲，你该上哪里上哪里去？我直播间不欢迎你啊！学狗叫送跑车。送了那个跑车的啊，送了那个跑啊不啊，七哥跑死我了，哥一个两个了啊。三个了，四个了，五个了，六个了。七个了，这他，哎，你学狗叫，我给你送房子，那你先送啊，你先送，我说你就送那个，你说学。